请收看《唯心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请大家合掌，以虔诚的心感恩大慈大悲弘军老祖、大慈大悲台湾祖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大慈大悲黄檀老祖、大慈大悲神龙大帝、大慈大悲诸天圣神佛菩萨，行三拜礼，一拜，再拜，三拜，阿弥陀佛。唯心圣教天一道场住持圆道法师、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及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讲师，唯心贤士同修们，阿弥陀佛。悠悠岁月五千年，恩怨情仇变万千。五千年来历史老祖宗的恩怨情仇，到今天己亥年七月一日，我们尊天法子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在唯心圣教天一道场安奉七旗军。七旗军的由来，是从神龙炎帝与蚩尤帝祖和神龙还有轩辕皇帝祖在着陆整整的81回合战争，虽然胜了，但是所迎来的是民主的不幸，是民主的恩怨情仇，是所有当时军民百姓的悲哀和不幸。所以五千年来七旗军魂一直在轮回，脑海心中记忆的恨与怨、情与仇交错，难分难解。所以到了民国以来，民国71年，一位伟大的台湾祖师，是阿弥陀佛的在转世化身为台湾祖师杨老文老公老先生，他在台湾归仁乡
啊，修成正果之后，啊，成就了台湾祖师的圣号，啊，祖师的慈悲，观空无量劫来，在台湾，在地球，要得到平安，这个必须要想办法恭请大罗金仙王禅老祖光降台湾，而且要与中华文化道同易经风水和宗教融合为一，好来带领大家有缘修行。在修行的过程中，啊，各位的灵性本尊，阿弥陀佛的本尊，啊，才能够明心见性。那么今天已经走过37年的今天7月1日了，所以37年的岁月，在历史来讲很短，但是在个人的人生历程是很长、很长，而且又很艰辛的一条路。所以在37年之间，王禅老祖、大罗天界、大罗金仙，尤其王禅老祖是太极天天龙教主，万圣之主，啊，所以王禅老祖的大愿力，啊，受到观世音菩萨，啊，慈悲，啊的启示。而光降，啊，台湾哦，这是我们当下最珍贵的，啊，人生一个历程，啊，所以今天已经走过37年，啊，七七坛也立起来，坛就是天上的庙。为坛，啊，将七旗军他们的军魂，啊，能够啊全部受我们供养，啊，以世间宗教的法仪，由王禅老祖导教慈航来创立了维新圣教，世界新兴宗教。世界和平灯塔就从这里台湾净土来发光，所以在成立的37年之间，王禅老祖和诸佛菩萨总共传了31部他的经宝，啊，依时间性、重要性，啊，来传这个经宝，而且由王禅老祖所开示而创立的维新圣教幻变学院，由圆宗禅师担任院长，带领着我们所有有法缘的弟子们，啊，一起。修行，啊，生活一供养，恭送王禅老祖所开示的经宝，来回向给5000年来，啊，七旗军，还有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以及因为战争，七旗军。啊的战争汪时，啊燕陵，
而在世世代代转生轮回，啊，成就了中华民族姓氏谱，啊，总共有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这个都是维新圣教创历史5000年来的殊胜和光辉，也是世界和平的一盏灯塔，在维新圣教。那么37年走过了，啊，现在要迈向38年。首先，我们就升起一座七七坛，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七七坛里面的空间有如虚空，大无其外，细无其内，这个即是道，道，道，满3000大千世界。所以己亥年的今天，我们早上开始就诵经，招请七旗军魂，一一进入七旗坛，端坐莲台，受纳三祖儿女的祭拜和供养，然后在这里共修佛法，各自顿悟，心开意解，皆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了脱生死，世界才能和平啊。那么今后我们在七旗坛里面所诵的经是《活说阿弥陀经》，告诸七旗军魂们，历劫以来3762次大小战争，汪氏军民怨灵们，能得到观世音菩萨、黄泉老祖、神龙炎帝、神龙大帝以及诸天圣神、济公古佛、台湾祖师、瑶池金母的接引，玉皇大帝的慈云，我们的三祖儿女的列祖列宗圣灵，也都能够听闻佛法，仰仗佛力加持，灌顶，心开意解，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成就佛果位。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七旗坛设立的这个法会的真实意。由我们的幻贝法师、圆寮法师、圆子法师、圆君法师等大家用心深刻意供养，还有各位的斋串普桌供养这个以后每年的7月1日七旗坛一定要普渡，要普施那尽量我们能利用时间，我们来感恩来生口意供养，那我们所会的精神，天下一家亲，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即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本愿以上告诉各位法会因缘让各位能进一步了解
啊，你们就能够印心觉明啊，成就啊佛果位和唯心净土，转生南天净土啊，以为本愿啊。祝福各位。啊，等一下呢，时间也到了，啊，我们要准备要把啊新的七旗军魂排位，啊，我们要接办呢，恭请啊七旗军魂啊端坐莲台，啊，我们现在就开始祝福各位，阿弥陀佛。天山天池天山